面包嘛，然后到那个面包店，就阿姨们，他们就是不管你多小多可怜，他们就是趁机冲到前面点面包，因为我没有排队那个东西，排队没有，是大声的比赛，你多大声就人家才理你这样子。那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是，好，这些阿姨看一个小孩还是不管，冲着点面包，不尊重人家，那我就开始了解，好，西班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国家。所以是因为你都没有吃面包，你菜长得那么矮啊？可是我以前在学校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以前学校很多人种嘛，我觉得讲话最大声，最应该不是算最大，就是听起来你觉得他在吵架，是俄罗斯啊？是哦，真的真的，俄罗斯人你可能因为他的音调腔调，他不是那么的圆润。所以他讲出来，这两个女生在那边说、欸。你刚讲圆润的时候，杜丽看了你一下，中风要看哦。三元，你在讲他圆润。马凯，我麻烦你讲一句俄文给我们听听看。你们要听什么呢？就是自我介绍就好。自我介绍就可以。меня зовут Михаил。还好。你也太短了吧？你们长一点。你讲到哪里？是什么长大的？